小亮刚刚看到 LCK 团结大会 KDF 的打野选手永杰样子有够像我的，真的假的？长得像我吗？那挺帅的哦，样子像又很邪。不是你们看我在那些公共场合里面，我都是很正常的，我才不会他妈的嬉皮笑脸的。靠，要上好像是蓝宝哎、欸。打野该不会是狮仔吧？打野好像是狮仔、欸、啊！打蓝宝啊，不好打，不好打，不好打！对面中路在洗分，真的假的？我这把输了吗 ？They will regret opposing me。最近分手，亮可以安慰我一下吗？哈哈。Is this seriously what I'm up against?经验都别吃，他在干嘛啦？真的无言呢、欸，到底在干嘛啦？在那边跟我旋转是怎样？别吃，兄弟真别吃。不小心被他吸到一只啦，不好打，反正就不好打、啊。我还没带魔防，对面有可能打上路角色太多了，只能带一个保险的。你们知道圣诞豹等一下要死了吗？啊，你娘嘞！但我是假啦！靠腰，难怪他那么秋，他有帮手啊！我操！这就是蓝宝打上路不好的原因，太容易被抓了。死了，还行，就换头。小消一点兵，别全吃光。全吃光的话，等等没机会杀人吧。换个兵线，恶心他，喝瓶水。好，他开大，这边往下给压力。蓝宝要跟的话，找机会回头杀他。喂，灌篮，
妈的，在追三小啊，直接断头。那我人头换个龙不错，等等团战，看好难打哦，得找机会剁起来啊，不然不好赢，那得靠我了。想跑，阿瑞一下奇怪。姐还想跑啊？尾部叔叔来喽！好优嘞！哇哇，凯撒玩得好哎，那个隐形教得真好，给自己博得一线生机。好，被抓了，不过身上有带一只猫的，没有那么好杀，全部杀掉，满杀。血鬼，我也有点缺钱。这边鼠鼠盯上的。好，这几轮，几他妈的，我靠！不需要我，我连杰他妈都没看到啊！你知道那个杰顺来顺去的，完全抓，完全看不到他在哪，不要让我这么尴尬啊！欸对，猫咪有大，我不会死欸，靠腰，感觉被搞欸。G， 哇，一直上分欸，好像分数一直往前冲欸。